10月24号，陈慧琳为冯翰明加盟环球第一张大碟《乐章献声》。两人在拍摄音乐录音带时 ，Alex 在镜头外偷偷在 Kelly 大腿上打拍子。原本两人稍有亲密的镜头被导演删减。不得不说一句，导演你用心了。可能表达的不够啊，我们两个导演被剪了。对，可能导演觉得我们分开比较好。另外一半对，会吃醋吧，所以还是分开比较分开比较好。结果被剪。他们也可能会问那个叔叔是谁，为什么用另外一个 Alex 呢？谈到育儿经， Kelly 表示会让小虾米在音乐中学习诗词。看来咱们的 Kelly 为虾米们的前途已经做好了长远的打算，而以为人父的 Alex 可要好好向 Kelly 取取经哦。因为现在香港都会教一些小孩子，很小的孩子要背那些诗歌对诗啊，中国的诗，对啊，所以如果用音乐，先用音乐教他们会比较容易记得。问到对于曾志伟辞职演艺人员协会会长一职的态度， Kelly 表示不想在此敏感事件发表太多个人意见。对，今天看报纸知道了，也当然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也要尊重他的决定。